老公，你觉得这衣服是不是合我？不会觉得裙子太短太花俏了吗？太短？不会啊，而且这个很漂亮哎，哪里会花俏？太短了吧？不会啊，裙子太短？不会啊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很漂亮哎，还蛮短的哎。我是觉得说，你再去换一件好了、啊，再去换一件。换一件吗？换件会比较好。哦，好啦。老公，你觉得太正式了吗？正式？不会啊，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看？你是要参加宴会吗？就不花俏了吧？会不会太单张了？你再去换一件好了。怎么太单张？你再去换一件好了。哦，好啦。再去换一件。老婆，啊，我今天晚上有一些事想跟你讲。什么事？为什么你每天早上挤牙膏都是从中间挤，为什么都不从后面挤？拿起来就挤了啊，哪有想那么多嘞？可是这样很浪费啊。这样很浪费吗？你可以试着从后面挤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牙膏用的数量就会比较少，而且可以用的比较久，也不会浪费。你知道这是我的坚持，你知道吗？这有什么好坚持的啊？到时候我再从后面挤就好了啊。反正就是我跟你讲的，就是要照做，知道吗？哦，好啦。那还有，每天早上你在用早餐的时候，你看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，叫你把蛋不要直接放在饭上。啊，只要给你吃的不放在上面，要放在哪里？是我不喜欢这样啊。这样饭的话都变成湿湿黏黏的啊，而且都有一种蛋黄的味道，这不是很好啊？那你可以吃蛋黄的味道，不然要吃什么？可是你这样蛋看起来蛋放在白饭上面就不是很，感觉就很奇怪啊。你不能把它分开放吗？还要分开放？对啊，这样分开看不是比较好看吗？哎呀、啊，哦，这样就这样一起吃啊，有什么奇怪的嘞？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好啦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有多的彩色啦。嗯，对啊，做不到。这也是我坚持这个。还有啦。还有。当然啦，还有很多哎、欸。我好累哦，我想要睡觉了。好啊，你也要等我讲完再跟你，你再去睡啊。还要等你讲完哦。不然呢？你每次讲这些都讲好久，都不懂你到底在坚持什么耶。反正这些我都跟你讲完了啦，这从头到尾都是我的坚持，我希望你可以做完它。坚持啊，全部都是你的坚持，你每次都人家陪你的坚持，难道你的坚持都没有错的吗？有啊，当然有错啊。是吗？有什么？你说啊。那就是当初坚持去了。Share your load.
the trip may not be bliss. We laugh, we yell, and we cry. But I can tell you this, we will never ever say goodbye. And even if the weather changes on a dime, we always stand together, call me anytime. We can chase the thunder out of your sky. I promise you at least we'll